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四经八功，心病理，七情六淫七病情，等过完善全国法，医德良心天地知，阿弘健康万谈。这个节目是由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师李明铁中医师制作。每礼拜一到拜五，我李老师阿弘诚恳现场主持服务，介绍中医医理、病理、药理，包括中药、草药、病例、医案，以及到临床验方免费提供。对中医药有兴趣，或者是讲身体未平安、腹肚定在做药毒、心情未轻松。不顺数的朋友来，大家互相知识的这个小交换。人讲见一事长一智，先生贤士主人福，无少气焰，互相研究，互相探讨，在临床上的这个参考，更请注意先进动刀，多加批评指教，感谢努力。各位亲爱的阿弘健康万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红红快乐，大家好。来，咱这个节目是伫个阿弘中药电台，那么每工拜到拜五下晡时四点到六点，由我李老师阿弘诚恳，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咱身体健康问题吼。来，咱来讲几个这个小偏方啦吼。在咱台湾来讲，政府认为讲这偏方吼，是无效啦吼。其实唔是无效，唔是无效吼。你若是有对症，效果嘛是真好。因为咱的这个小偏方吼，唔是一般民间伫个传的。那么民间的传，我拢会讲。但是这不是吼，这拢是大陆那么中医师在这个临床那么交代啊一挂这个患者吼，啊用到一挂这个小偏方啊来辅助那么治病啊吼。来，咱首先来讲，那是常常吼啊在落下，那么常常在落下，一般在咱中医来讲吼，一般是鼻虚。所引起的这个漏泻比较的较侪啦。当然，食食物细菌性的这个中毒所引起的这个漏泻，啊，那么依然有中药或者是啊民间药，吼，也是讲小偏方吼，啊，拢会当来做治疗。来，咱首先吼来讲这个往过这个擦这个白。面的这个糯米吼，糯米，
这个白米，伊叫做糯米，吼、哦，啊，甲红枣。一般来讲吼，拢是同款的啦，吼。比如讲，你若是讲，这个，所以白米，就是迄个白米粉啦，吼，白米粉。啊，当然啦，落去软软吼。白面团吼，啊，加这个糯米、红枣吼、各淀粉吼。那么做法就是讲，这个白面吼、白面吼、白面，这个糯米落去炒好安尼，吼。那么拄只我咧讲用这个白面团吼，卖晒了吼，但是伊这用过这个白面，伊这个算讲。米粉啦，哦，米粉，啊，落去甲这个糯米落去炒，炒好安尼小安尼，安尼翻安尼，啦吼，啊，这个红枣吼，内面迄条籽吼，爱去掉，吼，爱去掉，也算讲重回。背后伊大啦吼，背后伊大，唔管安怎，即马咱台湾拢有迄砍锁机嘛吼，迄烘干机吼，哎，拢会当用迄吼，啊落去烘干。啊，当然啦，用伊大了，落去加做真油的这个粉啊，每边你会当食25至50公克啦吼，当然。要食用个滚水，啊，落去配吼，落去配。伊这个是安尼先哦，主治这个脾胃虚弱所引起的，那么腹肚落泻，啊，加五更泻。所以五更泻就是讲透早啦吼，这个5-6点啊啦吼，5-6点啊，还是讲3-4点啊啦吼，啊，5-6点啊呢，3点到5、6点这个中间啦吼。那么胃燥便数，吼胃燥便数，这种拢会当用过。咱拄下底讲的吼，白这个米粉吼，还是讲米团落去烘干，再过来去加拢会使啦吼。啊，加这个糯米，吼、啊、红枣，红枣这个白米粉吼，啊加这个糯米吼，啊落去炒炒，吼炒炒，炒炒后安尼小块吼，啊。算讲唔敢嘛唔敢啦吼，唔能炒炒打嘿，炒炒打一食落去，这个效果都无同吼，都无同。当然这三项包括红枣吼，中啊迄个籽个提掉吼，啊落去烘火打，然后这三项啊落去加火呢，又油了吼。当然咱人。会当食落去就会使啦吼，嘛免讲真油。反正你都感觉我都食的都安尼，吞的都安尼都可以了啦吼。过来就是讲用个淮山药，吼、哦，甲这个蛋黄煮白哦煮白。那么拄则咱第一讲的这个淮山药，用个50公克，一鸡卵2粒吼。哦鸡卵是要用迄2粒，吼、哦。当然，上到咱这个淮山药，吼、哦，啊，就会经过脆，佮过落去胎，吼、哦。所以说呢，隔水的吼、哦，对水就是讲，啊，落去的时候呢，煮，吼、哦，差不多煮的时候呢，2-3滚，这2-3滚要哪讲，就是讲滚了吼。会滚1-2分钟啊，吼，1-2分钟啊，滚啊，会1-2分钟。啊，过来就是下这个两年啊，吼，下这个两年，那每天吼空白落去吃，一天吼吃3遍，吼，一天吃3遍。这有关吼治疗咱这个老下吼，年久月深啊，吼，定在咧老，吼，这效果拢袂歹。包括诶，像咱中医伫咧讲诶吼，即个长骨不够，吼、哦，长骨不够，也是骨长啊吼、
这效果拢袂歹。那么你家 DIY 试看卖吼。当然阿宏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吼，有诶吼，一寡爱食冰冷诶吼，爱食冰冷诶，拢会流塞，会流塞。像这吼，你要食这吼，你头一个这冰冷吼，啊上好甲黏较少，吼黏较少。啊，那么第二食食食吼，啊肠啊互用起来，吼啊你要搁食再搁食。吼、哦，暂时食较少啦，吼、哦，无讲叫你改袂起来吼，尽量食较少。啊，等下食物件，互伊胃肠用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了后都袂漏塞，吼、哦，都袂漏塞。这是有关这个小偏方吼，提供予大家啊，这个参考啦，吼、哦，日常中。参考 DIY， 好、哦。再来就是讲，这个治疗哈，这个外国的时阵啊，算讲肺症。什么叫做肺症？就是讲咱去讲到症起来，哦啊，内面都。有出血啊！啊，但是你都这个皮肉无叫破去啊，啊，所以血都无流出来，吼、哦、啊，血内面有出血，吼、哦、啊，就一摸安尼啦，吼、哦、一摸，啊，迄种的叫做肺症。那么除了肺症，咱会当用过红小豆吼、哦，红小豆，就是讲红豆啊碎粒的，啊，那么中药咧做的这个赤小豆。哦，赤小豆。那么，伊本来赤小豆伊吼，会当清热化瘀，吼、哦。而且赤小豆吼、哦，有补血伊的这个效果，吼、哦，有补血这个效果，吼、哦。而且毛散恶血，吼、哦，伊的这个效果，所以会当消肺症、止痛，效果足紧的，吼、哦，这个红小豆。唔相信咯，你若是讲平常时啊吼，这红小豆会当扛，吼会当扛，啊不会当来吼，啊扛好，卖去哦湿气。啊你若是讲有一天吼，啊都也去讲了哦啊呢，迄个内面哦出血啊肿起来，啊你落去用看卖啊。所以说那里啊，都像咱第一讲的吼，有去哦弄伤啦，吼、哦，啊个去哦漏掉啦，吼、哦，你看漏掉菌吼，因为肿，吼、哦，安怎讲漏掉菌，一边啊有诶组织吼，会去伤害掉，啊伤害掉的时候那里啊，所以碎掉肺菌吼、哦，那么去哦伤掉对漏肺，啊漏肺出来。当然在里面所以就会症我刚才在说这速度因为是肺症、哦、再来就是说削到拔到拔到伤这都可以、哦、但是最主要你如果拔、哦、那个拔到也好啦、哦、拔到也好啦、哦、只要骨没回去这要注意你如果说骨头回去，两个骨要先处理。吼、哦，话你若讲啊，骨头有回去，吼、哦，动得安怎？啊，那么在中医来讲，爱先照电工，看你动是动到安怎。了后，从到你这个骨，吼、哦，通过这个手法，吼、哦，啊，落去扣合瓦来，扣合瓦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的时阵呢，啊，再落去扎，吼、哦，再落去扎。那么当然啦，扎迄个药啊，都阁无同款啦。吼，有当去都阁药啊，都无同款。咱这是专门咧治疗肺症的，就是讲讲到啦，吼、哦，啊都这个内面出血，吼、哦，啊骨头有诶组织哦，结缔组织啦，迄两骨啦吼，有当小可啊伤到，迄环境，迄环境，吼、哦，迄同款的时阵啊，用过咱即马这个红小豆啊来处理都会使啊，吼、哦。
所以咱拄仔伫讲啦，有明显的即个肿大啦、痛疼啦吼，真艰苦哦，真会使讲无当领袖吼，硬的巩固吼，伊的即个先算讲受伤的即个范围吼，啊，往过即个红小豆伊即个粉哦，加粉啊，适量啊，你看偌大啊，咱就顾偌大。爱超过迄个受伤的迄个范围，搁较大小块，哈，安尼效果才会较好。当然，你若是讲这个红小豆，吼、哦、加粉啊来讲，吼、哦，爱啥，拿迄个冷水，吼、哦，拿迄个冷水，吼、哦，唔是冰的哦，吼、哦，拿冷水，吼、哦，啊落去。落去啥？落去搅，啊搅起来就敢若糊啊呢，吼、哦！啊，当然，上解好是安尼先啦。用果架子先甲铺，吼、哦，先甲铺。啊，了后会啥？顶头冲好了后，架子再搁甲塌落去，啊，然后再搁糊迄个，糊迄个算安尼啊，环保正解迄个环保，吼、哦，管。搞个这个正佳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！啊，当然了后才用个这个火带啦，吼、哦，迄绷带吼，这个扎起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甲试看卖啊，根据临床的这个经验吼，真紧就消啊，吼、哦，真紧就消，吼、哦！这是咱中医师所提供的，这是大陆的，这是大陆中医师提供的，讲来给咱大家参考了。后来咱到这，啊，就结束，其他的，那么下一个单元继续收看阿宏健康讲堂，拜拜。